我们看一下这题哦，电流向下，它产生的磁场是顺时针的，所以 A 会指向东方 ，B 会指向南方 ，C 会指向西方 ，D 会指向北方。那如果说你电流越大，那这个因为它受到地磁的影响，它不会指向正东方，它会有点正，会有点偏北方，东偏北。那你电流越大，磁场越强，它就越来越指向东方。所以这里面最容易，你电流变大，它最会指向东方的人，应该我们就要选择的是 A， 这样这一题我们就可以轻松。